是美甲师啊、哦，你的技术很差。等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曹佳怡，今年16岁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芳安，今年15岁。因为我觉得他比较不喜欢这么亮的颜色吧。来，交出你的手。他推荐的，在那儿好很多，很开心可以在这么好的环境比赛。蛮可爱的，因为他该帮我选橘色，看起来他就蛮喜欢亮色系的。3、2、1，黑色。我本来要想蓝色，其实我本来也有想蓝色。你的技术很差，你看我外面配的那么好，还哪有人横着插啊？他给我这样嘟嘟嘟，哪这样？你好像也蛮乐在其中。